好多好多这边有好多一米八高生来这里大哥坐后面走把他追求怎么看大哥这里没有他很这边过来这边好多这里面大哥这边过去这边看这边有个出口水就是从这边下来的四五个路口这边路口全淹了全淹了昨天物业这里那个6000多万的货损失惨重15年的老店我一直打电话给物业哭救我们11点多的时候就开始进水了那水不是一点一点漏下来差不多1米7多把所有东西全部给那货物全部给水往上来飘着在上面那里浮着了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叫人过来鉴别千万以上的了几千万的了能自救了都自救了就是没办法了因为就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从一个店面10平方搞到现在2000多平方更多视频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